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美颜境界》。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是小帆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。哎，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是来到大直这边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是苏坦尼。苏坦尼吗？苏坦尼。Coffee. 好，大家就自己去看你们怎么念哈。那我们是念一个比较日式的说法啦。Sutani coffee do. 嗨嗨，そうですね、そうですね。啊，はじめまして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就先进去来看看，说我们到底里面长什么样子吧。Go。耶、yeah! ！所以我就直接来问你问题了。好，突然结束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妍妍的频道的话呢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影片哦。第一题，请问小凡为什么这么喜欢喝奶茶？哦，可恶！我刚才点了奶茶，我这件事，就真的有人问，真的有人问。真不是，我跟你讲。有奶便是，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浓浓的口感，像我很喜欢那种像芋头啊，就是喝起来会很浓浓浓郁的。然后像茶那些，喝起来就太清爽。所以这种你就不行？其实不会不喜欢，就是我不会主动点它。但如果是别人拿给我喝，我可以喝。但是如果我要主动点的话，我通常都会选奶味的。嗯，那你会不会就是那种那家店里面真的都没有？奶茶的话，你会自己去买奶牛奶？我就会很失望的，勉强点一个茶，就可是我心情会很低落，这么严重，这么严重，有到低落？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就是会觉得哈，这家店不及格。我奶茶都喝三分糖，三分糖，我不能太甜啊。对，因为你比较甜。对。我虽然喝奶，但我不喜欢喝太甜，但是我很喜欢吃甜食，但喝的我不能太甜，就是个人习惯。个人习惯。那如果是要说我本来就很甜，也是。是喜欢鲜奶还是奶粉奶精？当然是鲜奶，而且我可以分辨出它是鲜奶还是奶粉奶精。这么厉害！所以奶茶之人冒上下，奶茶之人欢迎业配。那第二题，请问一下小凡跟演员认识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印象呢？是跳舞认识的。对，是跳舞认识的。是跳舞认识的。对，嗯，是加入啦啦队之前认识的。对，加入啦啦队之前认识的。所以大概也超过八年了。我们是一起进去啦啦队的吗？对啊，我们今年一起进去。我们为什么进去？甄选的戏。就是他是，我觉得他是一个。身材很好，很肌肉型的，对不对？你算是没有赘肉的。以前是很瘦，她超瘦，她算是没有赘肉的那种女生哦。那我觉得女生要没赘肉很难，她是真的没有，她整个现在有了啦，现在有了啦。你有没有看一下？幸福肥，我看一下。没有，我觉得你还是很瘦，因为她以前我记得她整个瘦到整个肋骨是凸出来的，然后她就是一个超级瘦，而且我觉得她肌肉超发达，而且她是。跳舞很专业，是科班的吗？对，科班的。科班，简直就是整个人来就是华丽登场曲，咚咚咚咚。我对他第一印象就是身材真的很好，然后脚长手长，可以手长脚长，瘦瘦的，然后很会跳舞。小白他跳舞的话很有一种自己的魅力在，然后就是每次说哇，他头发怎么可以甩的那样，然后又甩的那样，再甩的那样，再甩的那样，然后都不会乱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原来是头发的部分。以前就觉得说你跳舞好厉害，就怎么甩，然后你头发都不会变哎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变过哎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接下来下一题，可以说说你在球场最难忘的事情吗？哦，超级多哎，真的超多，而且我又很常出球，我很常出球，出球然后又放空，又放空鏘鏘的，就是看啊。但其实我是很认真的人，只不过是看起来看看的。怎么要接话？主持人。那最难。
难忘，我觉得如果以我们应援的话来讲，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下超大雨吧，他的假睫毛整个飞掉，简直是妆都花了，真的素颜在那边，而且是我这样一转头的时候呢，他的睫毛是在下面的那一种，我还不知道说怎么了，是那一种。真的是那个，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有雨衣可以穿，那时候是要直接淋哦。而且就算我们前面那个大家都跑掉了，都跑，我们还是在那边，就是不能离开的，不能离开，那是我死守我们的岗位的那种。就是别人觉得说啊下雨了好讨厌，我们还是要让他们觉得说有活力。没错，就是还是要这样，然后还在那边这样，然后就是睫毛都掉下去，还是这样。然后那个眼线有没有已经下来了？真的简直是超恐怖，只是素颜在那边，而且比素颜更扯、更恐怖，是还掉一半，还晕了。对，那时候啦啦队还没有这么久，所以球场也不知道什么应变，或是也没有现在还特制雨衣。那个时候突然拿一个黄色的雨衣很奇怪，对，就是而且又颜色的问题，对，又颜色的问题，所以那个时候也不能怪球团，就是我们就是。毕竟我们就是前人嘛，应援的时候这个，然后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那个峰哥隐退的时候，也是很应该很多球迷都应该是很难忘，对，哭那一天。然后我还记得我那天在球那个看台哭，然后哭得超丑的，然后还被 take 到，然后我那个脸整个是这样，然后还被 take 到。那还有很多印象深刻，就是真的太多，就可能每次结束啊，中场就会一堆球迷拿小点心怕我们饿啊，然后什么什么之类，然后拿到真的就是手很多，然后就觉得去回去桌子上，然后放在那边的时候也是觉得我要怎么分，怎么吃？对，但是这个难忘是觉得很感动，因为大家就是来球场看球，就从那个时候就会变成除了看球之外，还会看我们，然后关心我们，然后觉得我们流很多汗，然后要拿毛巾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可能坐在我们后面还拿就是开个电风扇帮我们吹风，然后下雨的话然后帮我们撑伞，而且有人还给我奶茶三分糖，有接到上一题，很棒。好，再来下一题，有没有遇过疯狂粉丝？如果有的话要怎么处理？你最遇到最疯狂的哦，真的很多。你说想象你跟他告白过。想象我跟他，真的有，而且还有一个很扯是，他想象我在跟他交往，他是每一天都会，而且他没有我的任何联络方式，他就只能 IG 我或是那个粉专，就是然后他都会讯息我，然后他的讯息就是可能譬如说我今天 po 了一张练舞的照片，然后他说宝贝你练完舞好辛苦哦，我说没有跟我说呢，记得回家吃饭哦，然后可能自己跟自己对话，然后都会觉得我有回答，或有我有什么限动，他就是自己太想象，觉得我在跟他一起有一个回忆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会每一天哦，然后说早安，宝贝早安哦，要记得吃饭哦，然后还叠字这么讨厌，还叠就是用那种很亲密的那种，然后可能每个线都会我说就会回，他就会回说啊，那你今天要小心哦，我下班就可以看到你了，就是的那一种，每一天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酷的是，有一个外国粉丝，他会一直唱歌给我听。你说他录音这样唱歌给你？录音。哇，你每一个都打开来看的。我如果我一开始不敢打开来看，因为他不是会有一些会在陌生讯息，然后不是要按接受才会已读嘛，然后我都没有已读，是他真的传太多语音都没有打字，我就太想有一天我真的太想知道他到底讲什么，对，他在讲什么，所以我就按进去，然后发现他都在唱歌，就唱一些很奇怪的，就是不是奇怪，是他唱的很奇怪，就是爱情的歌，但是可能就音没很准的那一种，就是会这样子，然后传自己歌神呢，感觉。要跟我分享这样，他就是一直传。然后我还有遇过，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，就是我有一次去夜市，逛夜市，然后去逛夜市的时候啊，我就先去买一些东西，然后买，然后就回家。然后回家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一个讯息，就说小凡，我刚刚在哪个夜市遇到你哦，那你是不是有去？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就点到，因为已读，我就不好意思，我就说哦，对哦，这样子。然后说哦，我有看到你啊，因为你先去买，譬如说你先去买了鲜奶茶，再去买了芋头球，又再去买了什么时候？他跟着你，对，好可怕，很恐怖，我就整个傻眼，然后想说，所以我回家你都知道嘛，就是他就说你先去买哪个，而且那个不是说在隔壁哦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可能要走到那边去，这边就是对一个夜市里面，他就这样讲，我就觉得
天哪，这真的蛮恐怖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比那个每天传讯息给我都还要恐怖。大家千万不要这样，就是他在暗处，然后跟着你。对，但可能因为我是会觉得，如果在路上遇到我，你要跟我打招呼，我要拍什么，我都是很可以的。就是就算我那天很狼狈什么，我也都还是可以接受我们讲话，就是怎么样。但是你这样子默默，然后还把你的行踪全部记下来，就是有点太恐怖了。就是我宁愿你过来跟我讲话，甚至我们还可以拍个照，什么都可以。可是不要这样暗中跟踪别人，就是感觉很不好。下一题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最近吃素啊？哦，对，我吃素。讲到这个，就是因为我前阵子 IG 不见了，我 IG 被盗了，然后我被盗很久，就是我一个多礼快两个礼拜，然后都没有回应，也没有，就我试了很多很多解决方法，但其实有收到一点回应。我推荐大家，我就去了行天宫。嗯，行天宫现在不用烧香，就是你就是很虔诚，带着一颗虔诚的心。但其实我去行天宫的那一天，其实已经濒临快处理好了，但是还是觉得去拜一下，但是还是卡着一些小问题，这样我就还是去了。那我就跟关圣帝君，行天宫就是关圣帝君，我就跟他说我最近怎么了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如果可以拿回来的话，我愿意不吃肉，或者是说不吃肉一个月这样子。对，然后隔天我就拿回来了。我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说要信或不信，我就是觉得哦，如果有经过会去拜拜，这样不会说特别要怎么样。但是因为我也讲了，然后就是他也隔天就直接拿回来了。嗯，因为我在拜完当天我就做了，我不是等到就是我真拿回来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我都讲出来，我也不想要，如果万一真没拿回来了，所以我就是直接没吃肉这样。所以你现在到目前为止吃多久的素了？我快解禁了，快解禁了。我大概我就是整个五月，对，所以快了，快了。嗯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就是如果是无神论者的话，也可以就是拜个心安。对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无神论，也不是说无神论，就是没有特别，没有宗教信仰，没有特别的、啊。嗯，下一题，有没有什么不喜欢的食物？不喜欢的食物哦。我跟你说，我超级不挑食，你给我什么都吃，真的，几乎真的，不要，就是这个小编，你那个眼睛就已经没有很大了，还这样给你吃。我真的不太挑食，吃，青椒，吃惨的，榴莲，吃起来，火龙果，整碗刷掉。火龙果整碗刷掉。你以为你蛇丸呢？下去啦。我真的想到一个，你就会不喜欢。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真的我超好养的，不然你看苦瓜吃惨了哦。我还可以，我还生吃过苦瓜。蟋蟀，我跟你讲，我还真的有吃过炸蝗虫，很像蟋蟀那种。之前去录节目的时候，我还吃过炸蜂蛹的，就类似我有吃过炸蜂，类似这种。对啊，那炸蟑螂，蝗虫就跟蟑螂长得超像。而且我那天还觉得内心很那个，因为没吃过，毕竟要吃一根虫。我还跟我妈说，怎么办？我那天要吃那个什么？我妈说高蛋白，多吃点很好。我妈很强。我就叫杨小凡，超好养。他引起我们挑战的。有来来，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有没有直接就是留言？你们觉得说就最不可能啊？但是要能吃的东西，不要说大便那种有的没的，真的就是能吃的东西，大家可以就是来挑战一下，到底哪一个是杨小凡不吃的？生的马肉。我跟你讲，我吃过生马肉，在日本的时候好吃。日本有，真的生马肉。而且我还是看到它是马肉，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，还生的就去吃吃看。你吃起来如何？还蛮好吃的。那你有吃过什么讲出来很得意，你们一定没吃过的东西？我觉得吃那个炸蝗虫也不多人吃啊。我觉得炸蝗虫就看那个外形就有点就是蟑螂啊，那个心里会过不去。对啊。休假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让自己停下来，就是不是不会让自己不会闲下来，我会觉得有点慌，所以我可能就会跳舞啊、上课啊、运动啊什么鬼的这样子。什么鬼？但是如果硬要说有没有什么休闲娱乐，可能就是看剧。看剧，最近有什么剧可以推荐一下？最近很多哎。你最近在看的哪一部？我刚看完《谁是被害者》，你有看吗？我看第一集，还没有看后面。那先不要讲。对，张孝全。
对，因为我那个是台剧进 Netflix， 我想说，哎，那就看一下这样。哦，然后我看很多，如果硬要找休闲娱乐，应该就是看剧。看剧。对，不然就运动。那运动不算休闲，那就是看剧。算休闲呢？那就是运动。跟看剧。看剧，然后睡觉。睡觉，喝奶茶。喝奶茶。三分糖的奶茶。那最后一题，英涛。很快的到了最后一题，好，请问一下小凡，要不要对就是从球场一直支持你到现在的粉丝们说几句话呢？哦，好，真的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，因为其实我离开球场已经蛮一段时间了，真的，那一直到现在，其实还是有很多是从球场认识我的人，还是会出现在我身边，在我的活动啊，或是在我的一些直播上都会出现。其实真的很感谢，然后从以前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能有这些人支持是我的福气，因为那些人愿意花他们的时间精神来支持我，我就是有一种何德何能的感觉，所以真的很感谢，很感谢一路以来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，有你们在我才能一直走到今天，不管我现在今天是不是还在球场，或是我甚至在别的地方发展，你们都在，那有一些可能是没有出现，但是默默在支持人，我也都知道，心意我心灵的感谢你们，我会继续努力，但是你们要一直在哦，谢谢你们，干家，好啦，那今天的话呢，也非常感谢就是小凡来到我的频道，谢谢你们，希望大家的话呢继续来支持小凡。那小凡你会讲那个吗？订阅分享什么的吗？订阅按赞分享留言，开启小铃铛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他是小凡，我是妍妍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